那现在要怎样认祖归宗？要验他们家人的 DNA 吗？可是对方就是不验没关系，不过我相信我就是把一切交出去了。嗯，对啊，我尽人事嘛。那接下来话再说回来，就是王者他这是他的遗愿嘛，那你这边也只能尽力的去配合。那至于其他的家人，他们不愿意配合，对，那他们也必须要去承担他们未来会面对的。对，可是王者那边没有对他们家人就是施予压力吗？因为好像压力全部都来你这边了。好，我想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先讲，就是当然这十七年德惠也辛苦了哈，真的很辛苦。讲出来很有勇气，把这个事情就说也讲出来，也面对。当然这也是逼不得已的，因为这一年来你也承担了很多的心力交瘁这个部分。嗯，现在也是因为好这个孩子的爸爸希望他来认祖归宗，那当然孩子爸爸并不在，那家人说不定并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，因为说不定会有财产的分配，对或者什么这些问题，又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。那老师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就他真的是想要孩子。刚刚讲到德惠有说来到第五殿，然后这个王者的灵就好像压着德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，这样对吗？这怎么说？跟告诉你一种方法，他说他已经在第五殿，然后他心愿未了，然后心愿未了就是要叫小孩子认祖归宗，对不对？跟告诉你一种方法，如果对方他不认祖归宗，那还有一种方法，你可以叫你那个师姐帮你做证人。嗯，那你可以这样帮那个往生者先立一个牌位，嗯，让这个小孩子直接叫那个叫爸爸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叫爸爸，就在灵魂上先在牌位前自己认祖归宗。那叫那个师姐准备108朵的莲花，那上面都要插香108炷香。那把这个灵魂，就是你这第五殿这个男把魂魄引过来，嗯，引到那个牌位上，让从那天开始认祖归宗以后，这个小孩子的灵魂，他本身就是属于女的，然后那个他的心愿也了了，所以他会走开，他就去他该去的地方，所以他就不会再干扰你。可是你身上刚刚你在讲上上下下那个磁场，因为除了这件事可以让你的灵魂上上下下。这个心愿未了，这个男的，他让你的灵魂上上，因为他一直帮你抽，他很多事情要跟你讲，可是他又不能跟你讲。像你刚刚讲耳鸣有没有？嗯，一般像有灵异体质人会遇到某一个地方会耳鸣，就是他在跟你讲话，那你在听不懂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整个空间浓缩掉，把你灵魂整个抽起来，旁边人绝对不会有感觉的。对 ，OK，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。认祖归宗的部分，对灵魂的归灵魂的部分，对对对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做，因为我们面对自己的部分嘛哈，他可以去认祖归宗，那就是说其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当中的法律的部分，那个就慢慢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建议我们自己心安。对，我建议你不用一定要对方他们去认祖归宗，你只要用那个，譬如有神帮你做主，或者那个法师帮你做主，然后引那个灵魂引出来，然后小孩子跪，那你就以后就开始，这小孩子叫你妈妈，这件事就摆平了。师父，那个老师，其实现在农历七月嘛，这个动作我都已经做过，我到昨天为止已经把它完成的做完这个动作。第一个，他来告诉我他要什么，他要去找哪一个老师办，他先来跟我讲，我照办。然后一开始第一个我不懂嘛，我就想说我都在中台禅寺，那个出家众比较功德比较好，帮他做一跳来给他供，我不爱加菜。等一下，那个重点是那个师傅他帮他做那个仪式的时候，他那个书文上应该有写说小孩子要认祖归宗，你应该注明这一条书文上哦。不管你怎么办那个法事，就是他现在问题就是要小孩子认祖归宗，所以那个法事一定要开一个书文，认祖归宗的书文。对，那还有就是你说你都办完了以后，你身上还有1/3的磁场还没完全，你的磁场还跟那个男的磁场还在相接。是，所以德惠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孩子的爸爸常常会在你的梦中出现，跟你做对谈，或者甚至不在梦中，你常常就是常常会被他就是对，他会直接现他看到他，然后他直接跟我讲话，就是平常任何时间。或者随意的地点是你不能控制的，我不能控制啊，我不想这样，我不想被开天眼，我也不想被开天庭盖什么，我不想怎么样，我求师姐赶快帮我封住，赶快怎么样，可是拿他现在比较好了，现在比较好了，是，对。那这孩子的爸爸是怎么往生的？你最后我知道他是因为他寿元未尽，他自己来告诉我，他说，而且到阎王爷
他甚至他活到几岁？89岁，他59岁走了啊，他寿元未尽。他告诉我他很苦，因为他把福报用完了。嗯，对，好，加油，你加油。来，阿梅姐，放心好了，没事了。嘿，嗯 ，OK。然后好，来，我们这个阿梅姐这边哈，也曾经处理过被四条冤灵缠身的恐怖个案。一这哈，圣光华那是对。这个查甫囡仔，因厝内底吼，这灵嘛有伊个阿叔个囡仔，啊嘛有外来个囡仔，啊伊嘛唔知影，伊是感觉讲，即几天伊楼骹有一只狗，伊背背甲足亲近安尼啦，啊背甲足亲近啦，伊个囡仔嘛有身躯感觉艰苦，即脚骨拢酸，啊即连骨拢酸疼，伊才甲伊个老爸母讲。啊，再来找我啦！伊讲安尼，拜托来给我看嘛，安尼，这是到底原因出在倒？啊，阮去的时阵，一个查甫就徛在外口啊，徛在伊顶下骹，啊，徛在伊顶下骹的时阵，阮迄久阮拢无插的，阮就我来对因内底入去啊，对内底入去的时阵吼，伊跩物件阮去就去因的这个不公厅内底，啊，不公厅内底的时阵吼，医生跟他讲内面。佛师的神明是用个灰啊，灰啊内面摆，咱讲啊对个不敬啊，唔是正神伫遐住，好，是一挂卖的灵伫遐咧镇守安尼吼，啊，顶内面拢个点啊呢来来去去啊，啊，都有四条的灵，一个上细汉的是查甫伊个戴一顶帽啊呢，穿个吊带裤正水，佮另外一个查某伊个老。头毛个染红的，哦，其中个两个，一只顶面床困五个人，哎呦，啊，介点啊滴，爱点啊在画人艰苦，啊，人艰苦，因老母拢想无出来，互看着好啊，嘛唔知影讲有这款代志安尼啦，到尾啊，阮去看，阮就介到处理，处理的时阵叫伊爱退开，啊，叫伊妈妈甲咱讲，伫一个月看伊倒一间铺，金纸都是爱烧较济互伊，啊，互伊的时阵爱互伊。然后爱紧离开，这种情形，吼，咱家己的家庭，或者是有人也无当去的灵，因这拢会结群，会结群吼，会挖来，会挖来，嘿，会挖来的时阵吼，啊，会入去人兜，入去人兜嘛，无一定讲拢入眠床的，有时啊，那衫倒伊也甲你比，酒倒伊嘛甲你比，吼，啊，拢有时啊，咱啊。我感觉奇怪的是去庙寺的，吼啊去请教一下，较袂敢那讲为个地动落去，吼这个手会交的无，无赶转去嘛继续留在边搭，吼像他拄仔一直讲迄个，伊也自己白色的年纪啦，就是。哦。阿美姐说，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孩子的爸爸，目前拿一只白色的令旗在现场。伊呐，我来要甲讲拢伫这去。都在右边跟右耳，是对。朱老师为什么是拿白色令旗啊？